是这。昨天穿牛仔衣这个吗？穿牛仔衣这个。哎呀，完了，我你想。那个。有啥早餐呢？早对，你看这也是，这也是一种。主要就是喝烧菜浓，然后我们直播的时候，我开心一点。不带了，不带了。是一个品牌，但是这个是不能漏是吧？最好能不漏。但是我们有贴纸，你看方便贴吗？让你看我们贴纸。或者不穿这个外套呢？那你拿贴纸吧。啊，可以。今天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三千。说太远了，你看看口型。那这样。有点卡是吗？有点卡，杜老师。卡我没有办法。来，再说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芝珍珠。小姐，可以吗？画面。啊，可以。小姐说可以，当然可以，行，好嘞。